我是蜜子精，这就是传说中有阳光味道的薯片吗？这一款薯片怎么样呢？那我们就飞日本去一探究竟，看看这薯片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吃的那一款薯片呢，我们现在到了新斋桥线下实体店，卡拉比的实体店，听说这里有新鲜炸的薯条，还有薯条加冰淇淋，想想就好美味，看见没？中文字还可以，支付宝、微信支付，我们进去看一下吧。薯片，这很有那种日式的风味，还有饮料 Super Big， 这个我喜欢，这个很适合我。这边可以不能拿吗？对，我可以拿走了，对吧？然后送给大家，到时候真的吗？确定我能拿多少就送多少吗？这个呀，这个呀，咖喱味的麦片，天哪！哦，这个它里面是有那种红豆酱料包的，然后蘸着吃的，天哪！这个应该好吃。巧克力的虾条，巧克力的虾条。这个好用，这个特别好用，它可以拉长度，然后刷卡的时候就哎呦，我会不会太开心了呀？天哪，蟹味薯片，蟹味薯片。不，它这个就是到时候可以邮寄这些吗？揚げたてのスナックを直接お客様に提供して喜んでもらい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きっかけです。软软的，它虽然是甜点，但是有一点偏咸的味道。第一次拍视频，然后旁边做一个很奇怪的大叔，说实话，奇怪的大叔，如果是这么定位的话，那的确是第一次。这种土豆吃起来它不是那种绵绵的，它吃起来是反而有点绵，当中带一点弹弹的感觉。こちらが人気商品の揚げたてのポテトチップスのたこ焼き味です。闻着有点像椒盐味的。大阪はたこ焼きが有名なんで、たこ焼き味。哇，它不光就一口进去的时候，它会有那种椒盐的味道，有章鱼小丸子的味道，但是咀嚼之后，就土豆的香气就出来了。違う、チョコレートが系です。这个チョコレートのポテトチップスは满满的巧克力。这个真的是热恋的味道，我可以吗？恭喜。
呀！我为了这，我手就在抖了。再喝一杯。我喜欢，超我喜欢。真怀念他。啊！我以为大叔要喂我吃吗？想多了，嗯。またチョコレートのポテトチップスとソフトクリームを一緒に食べるとちょっと違った味が。这一款就是度蜜月的味道，不光是甜甜的，你吃下去，吃下去这个冰淇淋，冰冰凉凉的，丝滑感。牛乳冰淇淋是吧？真的是北海道的。すごく濃厚なアイスクリームですね。はい。アイスクリーム単体でも販売しているので結構の商品。而且这一款巧克力跟我们刚才吃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里面有冰淇淋，它的温度可能会比较低，所以靠近冰淇淋的巧克力它有凝固哦。嗯，そうですね。じゃがいもで、ね、外はカリッと中は。で、这一款真的是那种酥绵软。嗯。他也是最喜欢吃这一款。我记得它里面有一些调料，应该还有胡萝卜，我看到有红色的东西。沙拉酱，嗨。沙拉味的是吗？对，看得到。哦，这个真的好吃啊！谢谢。OK， 来这个。果然是很奇怪的大叔，他移动是这样移的，就挪屁股。哇哦，接下来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是蜜子君，我们现在来到了看卡乐比的工厂。我们平时吃的麦片，它到底是怎么样生产出来这么好吃的麦片呢？我们进去看一下吧。哎，这边好像有朋友已经在等我们呢，走走走。異物が入ると困るので、需要去掉。哦，现在没有关系，等我们进到生产线。哦，现在可以打是吧？那我就是就继续的不灵不灵吧。对，你可以同样模仿一下，就要把这个灰灰尘干掉。哇！哎呦！富果乐麦片制作包括加工原料、烘焙、打碎等步骤，为了保证酥脆的口感，据说下了不少功夫。卡乐比麦片，哇，这个口感跟它的香味真的是最鼎盛的时候。不但如此，还含有各种干水果粒和坚果，更加丰富了舌尖上的享受。卸下我们这身装备，哈哈，走吧。这个是京都制造的水果麦片，然后700克。啊，一打开就是还原了工厂里面的香。刚才在下面真的是
我们先来干吃一下。香脆。因为你把它搅碎之后吃完了，它还会在你口腔中留着一股香气。我刚才有问为什么要叫卡乐饼呢？我们可以再说一遍。卡乐饼背后的这个文字 卡乐是这个钙的英文，你应该知道。它是维生素 B1， 所以这两个营养成分合在一起。其实我最开始觉得零食类嘛，可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些休闲时间啊，磨磨牙呀，可能就是没有想到是从健康这方面去考虑的。所以大家平时吃麦片的，吃卡乐比麦片泡酸奶会多一些还是泡牛奶呢？牛奶。其实我最开始小的时候不太爱吃麦片，我会觉得它的味道怪怪的，口感，因为它不像卡乐比这样就是纯麦片嘛，那口感不太好，而且烹饪起来其实也比较复杂，还要煮什么的。里面为什么会这么香呢？它其实有那个椰子粉在里面，所以吃起来它不光是那种麦香，其实还有椰子香在里面。接下来一个隆重的味道，现在中国还没有售卖，嘿嘿，我来尝个鲜绿色的，绿色在我们国内现在很火。哇哦，哎，一打开就是那种抹茶的香味就来了，这一款是抹茶，来，我来倒出来，抹茶。尝一下这纯正的抹茶香啊，真的闻都闻得到。冰柱彩的抹茶味都好好吃啊，相对于红色包装的抹茶味它就没那么的甜，然后有一个淡淡的茶香味在里面。像这种健康的食品吃下来，咱们就不论饱，但是整个人感觉现在很元气满满的，有没有？我们刚才在视频里面所探访的，无论是线下实体店还是工厂，卡乐比的麦片还是卡乐比的薯片，都有在豌豆公主 APP 售卖哦。搜索蜜子精，还有更多福利等着你们哦。想要了解更多挑剔官精彩故事，请下载豌豆公主 APP。